涉风波，整整延烧超过了一个月。现在新疆学生孙春决定壮士断腕的故事，他宣布要捐出他的农舍，而且说将在一个礼拜之内公布老太太和两个女儿的财产。现在反手为攻的是他，准备要求说马祖带领的人甚至要分配一下家母名下的所有财产。记者邀请决定让争议超过一个月的农收入，这